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1992年南区大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首先，请大家以掌声欢迎大会进入。本次的开会舞曲由小豆豆舞蹈社提供。小豆豆舞蹈社成立3年，学员人数共有100多人。为了响应这次南区大会，特别以此飞舞来共襄盛举，由张惠美老师率领20名团员演出，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青山会友，各位贵宾，大家午安。今天个人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与本次的盛会。来自广播界的我，今天很难得的能够跟我们四海国际青商会的前会长，目前他也正担任中国电视公司现代生活百科的节目主持人，共同来为大家服务。令我联想到广播与电视的结合，您又想到了什么呢？非常谢谢嘉云的介绍。听嘉云这么讲，好像我们两位主持今天的南区大会好比是金钟奖的感觉，是吗？对了，希望我们能够好像个暖身运动，下回的金钟奖也许就是我们两个主持咯。那就要大家给我们鼓励鼓励。谢谢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席陈区会长，我们的总会长杨总会长，我们的陈前总会长，以及所有在座的青商会兄会姐，各位贵宾，大家午安。我是四海青商1988年余正昭会长，今天很高兴担任大会的司仪。那么为了让今天的大会更有完满的这个表现呢，请所有的会兄会姐给我们合作，当分会长以及所有的总会的理监事出场的时候，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是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节目。是，首先我们要欢迎总会的理监事以及分会长来出场。首先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本次大会的总干事黄共煌，黄总干事出场。我们欢迎黄总干事出场。来自南二区执行长带领南二区的首席代表进场，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南二区执行长李增田，李执行长。接着欢迎台南分会会长黄瑞松。该会成立于民国47年7月20日，现有会员95人。我们欢迎黄瑞松黄会长及夫人。新化分会会长郑顺元郑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65年7月3号，现有会员人数52人。我们欢迎成功分会会长王平川。1月10日，现有会员人数48人。接着我们请凤凰城分会会长黄俊荣黄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68年2月18号，现有会员人数94人。接着我们欢迎星营分会会长辜世芳。欢迎辜会长及夫人。68年3月29日，现有会员人数58人。仁德分会会长陈先旺陈会长，欢迎陈会长及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69年7月26号，现有会员人数61人。接着我们欢迎古城分会会长张国忠。该会成立于民国72年5月14日，现有会员人数53人。我们欢迎张会长。接着永康分会会长杨忠诚杨会长，欢迎杨会长及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74年7月6号，现有会员人数88人。接着我们欢迎安南分会会长严明哲及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76年9月13日，现有会员人数66人。台南女青商分会会长周丽英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77年3月6号，现有会员人数42人。我们欢迎周会长。
珍。该会成立于民国79年7月15日，现有会员人数38人。接着我们欢迎古都分会会长杨明宪杨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79年1月7号，现有会员人数57人。接着我们欢迎金城分会会长陈德礼。该会成立于民国81年1月19日，现有会员58人。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李增田执行长率领所有的分会首席代表到台上来跟大家见面。南二区李增田执行长各以及南二区的各首席代表。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南三区的执行长带领南三区的首席代表进场。首先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南三区执行长黄茂荣黄执行长。同时欢迎所有的南三区首席代表同时进场。黄茂荣执行长到台上来跟大家见面，我们掌声欢迎黄执行长。接着我们欢迎高雄分会会长王宇生季夫人，请到台上来。高雄分会成立于民国46年7月21日，现有会员人数115人，谢谢。2月22日，现有会有人数156人。继续我们欢迎高雄女青商分会会长卢美玉卢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56年4月3号，现有会员人数52人。接着我们欢迎博爱分会会长陈信宏。67年3月25日，现有会员人数117人。继续我们欢迎西子湾分会会长陈建一陈会长及夫人进场。该会成立于民国70年8月29号，现有人数77人。今年的年会1992年的年会由西子湾分会承办，欢迎大家在9月26号、27号、28号光临高雄西子湾。
左营工会会长李天辉季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75年12月19日，现有会员人数61人。接下来我们欢迎港都分会会长陈国荣陈会长及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77年7月7号，现有会员人数54人。谢谢黄茂荣执行长以及南山区的首席代表。接下来我们欢迎南四区执行长带领南四区的首席代表进场。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南四区执行长曾志明曾执行长进场。我们欢迎曾执行长及各首席代表。我们欢迎曾执行长及夫人。以及夫人到台上来接受我们的欢呼。谢谢。接着我们欢迎屏东分会会长孙瑞亮暨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54年4月18日，现有会员人数102人。接着我们欢迎冈山分会会长黄天教黄会长及夫人。该会成立于民国57年5月26号，现有会员人数53人。会长陈光玉。该会成立于民国53年11月30日，现有会员人数83人。继续我们欢迎鹿竹分会会长刘希清会长刘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63年7月7号，现有会员人数71人。我们欢迎潮州分会会长张凤斌。该会成立于民国64年2月2日，现有会友人数105人。继续，我们欢迎工党分会会长罗兆富罗会长。该会成立于民国70年7月4号，现有会员人数48人。接着我们欢迎大冈山分会会长林静南暨夫人。